开了，说话弄响呀！不敢这么自恋，小蜜蜂。不好意思说，今天带小蜜来算是小熟人。我知道这个地方，高新街区，创意街区。粉丝老说我带你去吃面是便宜的，今天我带你去吃个高大上的，真的。不，今天我花点钱，请你吃一家西安性价比最高的日本料理，性价比最高的日本料理。他们家寿司基本都是10块钱，然后这样拍个头是不是很大呀？实诚哎，小贝大家也知道对吧？其实本来呢可以做一个大胃王的，被我们给对束缚住了，其实有点。做我们刻苦终于学习的人，斯达巴克斯。呀，你口恨。小贝腰太细。我这早上吃了。系个皮带嘛，我感觉都快掉了。到了，就这样，这家不错。对啊，我看装饰。这简洁。OK， 点菜。哦，可以取下来了。这样。这个甜虾的是甜虾来四个，这个非常棒。它一份是两个，那咱来上三份。一份是两个。对，咱五个人呢，咱来三份。我多吃一个。行，都给你，随便点，你就往2000点。这一桌子摆满，估计都没有。章鱼寿司10块钱一份。哎，这个这么快，菜品到达了。它菜品倒是从这儿，哎，你看。我发现了啥？寿司、刺身、煎炸、烤物、主食、甜品、饮品全点了一遍。然后我看到这块有一个数字，一点菜品43道，然后总共639，那大嘴肉疼得明明白白。放刀来插我。对，插我的鸡。吃顿好的。今天饭挺不错，你看。哎，这咋来个手？这啥情况？风拼命吹，都提平真理用过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！蛋黄搅到里头，我天哪，这个一口下去，酱汁美得很，一口下去不得了。来，我先来。哇，看起来不错。咱点的这个是个啥？对，地狱叉烧拉面，这叉烧贼厚，赶紧给我吃一口。贼厚，你咋老抢吃呢？地狱叉烧拉面，走哪儿都走不开吃面的命运。少吃点面，吃碳水容易胖，知道吗，小贝？天妇罗其实只是把这个糊炸一下，里边的食材还是锁着水分的，可以这样干吃，也可以蘸它这个料。日本调料汁的这个秘方是啥呢？一勺清酒，两勺味淋，三勺酱油，1、2、3。哦，清酒、味淋、酱油，这三道菜的赶紧吃，只单吃这个鳗鱼。日本的很多鳗鱼其实都是从咱中国过去，对，中国的鳗鱼。广东那边，日本这个照烧汁确实很厉害，就咸中带甜，嗯，然后特别勾人食欲的那种。小白来，我给你加一个，蘸点这个海苔，嗯，特别棒。啊，张口，小白想拿回去，这边扎散了吧？扎散了，不会加，不会加，隔一会儿教你。底下跟条一样的。哇，嗯，你要日本吃寿司，其实他们大多数是用手吃，它要手握，握着之后呢，那这个山葵要抹在鱼背上，它不是拌酱油的，蘸酱油，然后一口下去，嗯，后来用筷子是因为想到就是说卫生方面的问题。你现在去日本吃刺身还是用手，活干的，嗯，这是他们招牌是吧？招牌，这个是他们的招牌，而且价格相当实惠。鹅肝是入口即化了，它这个鹅肝真的很惊艳，很惊艳是吧？对。而且它后味的那个干的那个味道，干子的味道。是后切三文鱼刺身，你看它这个油花多漂亮，哇，这个油花太美了。肥美鲜甜，真的肥美。对，好香啊！油泼辣的，哎，这个美，美得很，油泼辣的一道菜。你来吧，上次油泼辣的蘸西瓜，这次油泼辣蘸炸虾。咱差钱吗？再来一袋吧。之前这料店是个，我觉得特别像日本的，真正的有那种生活有市井气息的日本料理店，嗯，它不是那种装逼的，嗯，其实去日本，你去吃一顿日料的价钱费用其实不会太高，尤其吃这种寿司呀、吃天妇罗这种东西，你又不是说是，对吧？除非你吃到像那种京都那种白石料理啊，对那种季节性的东西，可能它会很贵。平时去日本吃东西，
没有，所以在西安你要吃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日料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傻的，人傻钱多，去日本的居酒屋吃就这种感觉，特别环境特别吵杂，就大家终于放松了，对，嗯，非常深夜食堂也对对对，非常舒服，大家聚到一块儿，我想聊天想聊天，你干嘛干嘛，那往哪摸呢？啊，我们花了614，我的妈呀，是我近期花最多的一次，团队聚餐里面最多的一次，整体的用餐感觉其实是挺都是市井。对，舒适自在，舒适自在，嗯，很舒服，没有让人觉得你得端着得装着，还在那这那的，直接上手就行了。这家店就是一个吃可以来经常来吃的，价格也不贵啊，放心点，带着你的女朋友啊什么的来吃，没有压力吧？我反正没有压力。好，那下明天你请我，走。